是一个中文字。你觉得下周复活赛啊？如果这也就是这个人周一就回来了啊？对，如果第一呢回来的话，你觉得如果我还在的情况下，你是不是应该跟他站一起？我就想问你，我也觉得应该，我觉得应该，因为这样才好看。如果这个人聪明的话，那你觉得他会吗？所以我就说，如果要好看，要玩得精彩，他一定会跟你在一起，他应该懂得跟你在一起，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个会玩游戏的人，对。但是因为他唯一不跟你站在一起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那个人。这个人很关键，因为现在我观察了一下，这两个人已经很 OK 了，就是这个和这个，就是已经属于还是只表面的，觉得比较表面的成分大。因为毕竟有个结嘛，但是问题是人家回来了，你说他还纠结啥呀？你说他恨啥？你想，他当初生气是因为，而且这不是一个他，不是一个喜欢惹事的人。你知道吧？所以他如果那个回来了，他喜欢借刀。对，能干到你们也是很好的事情。他当然会，我觉得他，除非有人跟他说，否则很难。对，没错，很难。然后如果他就算正常情况他不过来不跟你在一块儿，你身后就是他没有人了嘛，就是两个，对，就相当于就是我一个人在战斗嘛。但是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拉一拉杨帆，因为杨帆跟子欣他还是很想保护他的。哎呀，能留下来再说吧。你如果不留下来，你说剩他们怎么玩啊？你自己说，这全部没有了，散了。留下来又得被他们说太自私。你总得说的，那你就背负着这个离开的人一直走到最后啊，这么简单？我就怕我背负不到。我真的，我心里承受能力一点儿，我知道你很想依靠，一点都没你好，差远了。你别看我外表特别，我知道，仗是这样，人都是这样的，外表越强的人，里面越脆弱，仗差多了。所以什么？我觉得跟你聊天，我觉得心里能得到一些所谓的，就感觉哎呀舒服，是，差远了，跟你承受能力太差了。还得硬挺，那肯定，这里面没办法。你不坚强，谁替你？那啥，那句话。我要再不坚强，他们就全完了。对，没人了怎么办？所以是不是应该把那个谁拉过来呢？你还会接受这个人吗？知道为什么不投？红色的。我知道了，那就拉回来呀。